饭，但秀慧姐还好。我打电话问她，我说你别哭了吧，谐星本来就没有这么多的偶包嘛，谐星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，你还搞什么笑？我说你是事发多久打给秀慧？两天以后了吧，我就试着打过去，哎，他也愿意接，愿意接就聊聊吧，聊半小时，还是哭啊。我说你别哭了吧，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多眼泪吧，就反正日子还是要过嘛，工作还是要做，而且谐星本来就没有这么多的偶包嘛，也不知道是罗生门了啊，公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了。会希望他们和好吗？我是谁啊？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？我跟他们都互相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反目成仇才是最。Oh, no.最可怕的，都是好朋友，手心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啊！啊，从我加入演艺圈开始呢，我就已经没有廉耻心了，连道德啊、贞操都没有了，我们的脸皮啊，你拿那个 AK-47打也打不破。谐星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，你还搞什么笑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时候宠宠的时候，也是我宠宠，也是我很好朋友，所以说他哭的时候，我也是。第一个打断就问他，然后安慰他，就这样子啊。那这件事情会让董哥以后开玩笑会不会心里有点害怕，说这个人会开个起玩笑吗？我就想那么多，就会绑手绑脚了。你要讲大道理啊，讲学问演讲，你要需要透过你要主持，要逻辑，要思维。可是只有一种开玩笑或骂人的，这是反射动作，这直接就出于笨蛋、王八蛋、笨蛋，就往往就是坏。就伤到人了吧？你会想一下再讲，那怎么伤到人呢？对不对？不是卖行李箱吗？怎么？